打电话要2块钱的。电话变得两块钱，展通好像还可以加减做一些什么事哦。展通，好，我电话要两块钱。所以你蛋姐，蛋通一块，两块，展通。嗯。啊，你囡仔拢会安尼传落去嘛？无要紧。啊，你讲啊，我拄啊歹势，无拄好，拄啊差一两一百，该当引出来。诶。我想无意见。但是我今仔的重点是啥？互你减轻你的负担，是把你的紧张安怎？哦，银行，银行地上地块比较多。你银行提出来零钱哦，啊，你会当弄一个就好啊，无咧讲叫你啊弄偌济吼，因为我们是拿小纸袋，我嘛唔是要提来收你偌济钱吼，所以我用纸袋啊，较袂会感觉讲我提一卡布袋来，你提一卡布袋来。这是一个活动。你来台风，我甲提出来，哎呀那，欢欢喜喜提出来哦，咱即摆要做，哪甲想，哪讲。咱人世间啊，咱只要一分钱哦，你甲落落去，天顶的功德是百倍哦。所以你落一块落去，天顶的功德是会恢复一百哦。吼，啊你若落一百嘞，啊就变一千啊啦吼。啊，你要落偌济，各自决定。吼吼，后续拢无意见。但是我今仔重点就是很简单嘞，就是要大家做财师。为什么一定要财师？这个财师不是要你奉献多少。是要来独立的过去的人讲的坚定，但伊们人讲，动荡是健康，健康。咱人会，咱拢大家都讲要好食，对不对？但是咱食哪拢还搁直接咧拍拼，咩物事？因为咱就是健康的心。所以今仔咱一个小天使落来，你落来咧就是要健康的心。吼、哦，一个抛砖引玉，啊，但是一定爱做，因为咱一个咧。你讲啊，我拢无赚钱，无要紧。你爱做一个动作安怎？老师，我真正想要做，我都无赚钱。你爱落地安怎？举出来安怎？安怎？一定爱扛落去哦，这叫做生意。生意。啊，你若是落地有地钱，啊，你看到人安怎？假无义啊！安尼，安尼就是无生意。安尼听有吼？生意，假无生意，老师拢知影哦。啊，上天拢会报人哦，咱唔免烦恼。你想你无爱，你无爱嘛无要紧，你都唔爱闹嘛没关系，因为这是要碰伫各位今仔日有来一班，他都有挂号门。每一个人天上的功德场，那今仔日家拢规地规划啊，有功德会啊无？啊，你刚才影咱开智慧啊，是啊，那要地当求名天堂挂号，咱每一个人拢有一本功德簿、功德簿。人讲诶，功德银行功德存布，在你碰到代志诶时阵，自然功德簿就去支付。啊，你进一步跑啊，坐啊，只有咱较知。各位请请你天顶诶功德银行诶钱坐啊，只功德坐啊，只。唔知哦，啊，碰到代志有够应付无？唔知哦，啊，安尼比许较较好，比较好。那代志绝对无够，所以要紧拼来做有无？唔是伫遐讲知唔知？知唔知？迄是一种等待。啊，咱拢咧等业力来找，还是家己去找功德？咱拢等人来找较济，还是家己去做功德较济？哈，拢无来找较济吼。啊，咱今仔开始卖无来找，咱家己去做功德。咱功德簿做了满满，就比如讲，你的银行簿啊有1000万，你就想想要开一个100块，够困难。啊，你即摆银行簿啊存10块，你要开一个？才1块，要为倒啦？借，有请老师借，啊，咱老师拢互咱借个安怎？跳舞啊，跳到啥拢破去，伊拢互业力咧借呢，各位亲戚，这拢是真的呢。咱孙子人讲的，一日为师安那，那种终身为父，像咱的老爸，啊，咱的祖母嘛是为着道要互咱破破，搬靠家己，尽足家己，把家己搬起来，迄个苦。无人会知，但是咱来一般，咱拢讲，在年末、在年初，比拢讲一般，爱轻轻松松、快快乐乐。因为咱日常的苦难真的很多，不要谈太多苦的事。所以年终回顾，我们只要用点感恩的心。即卖拢摕了啊吼，拢饮料啊吼，拢摕了未？阿伯哦，哎阿伯呢？前面还没有开始哦，我们收一收，然后来第三个吼，三西来买啊，是啥物话？五味丝吼。你若是摕了的人来，即摆你的前后左右看一下，有垃圾的吼，卖给小天使好，
啊，对对。更难家己跑，是无？还是头脑开车的时阵，先看清楚。坐一个有位师傅，边仔看是边仔摆歪头无？较巧好一个。你只要动一个，就有位师开始啦，吼，移动一下就会。你动一个，哦，上条世界边仔巧好，安尼就有位师就有啊，吼，来，三师的咯，旋转啦，吼，来，开始哦。你刚好在客气哦，在客气哦，要一客气哦。你挂回来，我就挂好个两个的。好。你家家家哥没好哩，家没哥好哩，家家没哥好哩。嘿，欢迎的，欢迎。谢谢谢谢，三师法师魏师。